黑坑是钓鱼爱好者对商业性质鱼塘的时尚称谓，每逢周末都会有钓友来到黑坑体验上鱼的快感。Thank you.
人工挖的那些坑，比如旧县镇四四方方的坑，它这个水深1米几别讲，但是有些坑它是用机器挖过以后啊，很容易造成底下有可能这些位置被那个挖掘机压过以后会偏深，或者是边上偏凸起，形成这样。这样，所谓的那些房地位就容易产生了。有些时候，像这些点，偏深的点有可能就居多。如果这边形成高度相差不大，这些位置有可能就平平，不像这些位置了。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钓，可能到这点，这鱼货可能就偏多，因为这个人工挖成的这个坑呢。基本上底下都会是很平整，但有些时候有可能在机器过去以后，有些地方显得偏软的，有可能就形成了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坑，凹凸不平，然后就造成了这个鱼有那个偏向于障碍物的地方，偏深一点的地方，或者是偏凸起这样的地方，它就会躲在这些沟里面，就。容易形成所谓所说的那种房地位，这些位置，这个鱼少不了。新鱼老鱼都喜欢玩这些位置多，因为咱整个底都几乎都相差不大，它没有地方好躲，所以说哪边偏深一丁点，或者是偏凸起的周边，它就把它当成障碍物，会往这周边上躲。某些人工黑坑由于施工原因，黑坑底部多不平坦，实存坡度或者浅坑的出现。在四周平坦的情况下，浅坑的出现，某种程度上为鱼儿提供了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，从而使鱼群不断的聚集，形成鱼窝，而这是产生黄金钓味的一个重要因素。